到我，你也没到我这样做。这样，那我跟你讲，是吧？嗯。我跟你讲话不要紧。我不是给你一包豆腐，每次抢完了。有事你会啊。你如果我跟你讲哦。就你不是拿回去，然后给我盖一点哦，至少我有盖到。但我又怕你冷到嘛。就你就把你的那个再盖过来就好了。怕你冷到嘛？我每次讲话你没听啊。嗯。我每次讲话你没听啊。哪里有？我觉得你还是很皮。你不是属猴子吗？我也是猴子，哦，属那个鸡啊！你也不是属鸡的，我家也不是属鸡的。属鸡你不？我不觉得你不是属鸭。属我，够吧？猴子。开心啊！开心。
说叫马娘，叫马娘，你又从哪里学？你讲的我会学。对。是怎么没学？怎么会学？怎么会学？你现在几年？我都叫马娘。哎，马娘。啊，都是这样讲，哎。